你好，欢迎收看《台下播新闻》，我是苏胜文。先来看一个国际上医疗个案非常的特别。在英国的伦敦，有一位艾滋病病人，伊当时又阁有血癌。在接受了骨髓捐赠以后，伊身躯顶的 HIV 病毒竟然是完全消失。原来是捐赠给伊的这个人身躯顶有抵抗 HIV 的造血干细胞。都多好，会当治癌兼治艾滋病。不过专家就讲啊，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例，不是所有病患拢适合。In 1983, if you were diagnosed with AIDS, you were going to die. As people would say back then, this was a 100% terminal illness. 曾经人人听到就惊的艾滋病，在全世界医疗人士长达到三十年的努力之下，不断研发出药物和疗法，带予病患希望。现在治好艾滋的研究又搁传出了好消息。A British man has been in remission from HIV for 18 months now. The London patient, as he is being called, was getting cancer treatment, which included a stem cell transplant from a rare donor resistant to HIV. 这位伦敦病人因为当时有肺癌，需要移植骨髓，医护团队直接为伊植入抗艾滋病毒的造血干细胞，观察18个月，接受各项精密的检查了后，医生发现病患体内已经找不到任何艾滋病毒了。It's a little bit early to use the term cure for this individual because he's only been off antiretroviral therapy for 18 months, and that is a great feat in itself because it far exceeds any previous periods of remission from other cases. 医师团队保留态度，表示未当完全讲治好，而且嘛提醒接受干细胞捐赠嘛并未当适用所有艾滋病患的治疗。But also, it's important to know we can't even experiment on everyone, and here's why: stem cell transplants are very, very risky. 医师表示，因为病人还阁有癌症，移植造血干细胞的疗法才有效。如果只是单纯的艾滋病，只需要服用药物就好，嘛更加安全。不过，干细胞疗法嘛是为医学界开启了治疗艾滋的新大门。I knew I was the only person cured of HIV at that point, and I didn't want to be the only person. I'm very happy for this patient. 2007年，被叫做柏林病患的布朗，都是第一位接受捐赠干细胞治好艾滋病的人。伊甲伦敦病人的案例鼓舞了医疗团队，嘛希望会当阁再进一步研究，阁较侪治好艾滋病的可能性。台新闻郑玉轩编译。另外，在国内，这个病患嘛是真罕见。台中一位58岁男性，平常时就有健身的习惯，但是常常感觉倒病的胸腔嘛，定定静静。俩准讲是家己练这个哑铃练了真有效，结果等到出血才知影真正是代志大条。就医检查，伊的肋间肿瘤有8公分这么大，一开始会完全无法度接受。因为我是男人嘛。你怎么可能想到说我会得乳癌？其实这年纪，赶快是去和家己拄着。58岁的丁先生，多病的胸坎，定定的肿块已经10年了。有运动压阿玲习惯的伊，起初以为是健身有成，去年10月开始恶化腺肺，才去就医，肿瘤已经大到8.1公分了。8公分只是冰山的一角，它往四周的皮肤跟肌肉层去扩散。这 TK 也想说可以自己治疗，结果没想到连续一个礼拜一直在喷血。医生表示，男女淋巴癌的比例是1:300，男性因为少见，容易去行无注意，只要胸腔出现不明的肿块，或者是年头皮肤异常的变化，尤其是相关家族史的男性，拢爱特别注意。平常时会当定期自我检查。用3根手指头的指腹的地方，从乳头开始，那你可以顺时针或者反时针都 OK， 把我们这个整个乳房的范围做一个检查。丁先生接受化疗加标靶治疗了后，先将肿瘤缩小，再过来手术。目前病情稳定，伊嘛对一开始失去自信，渐渐处倒转来生活的步调。现身说法，好友有类似状况的朋友，唔通过多在意外面的人会眼光，打败病魔才是重要。台新闻郭院玲、廖学信台中报道。
全球空气污染指数排名，两大组织共同来公布。在全球3000个城市当中，空品上界差是伫印度北部的古尔冈，啊，若是伫台湾上界差就是高雄，全球排第530名。原因当然含在地重工业排放的废气，也佮冬天的气候有关系。2028年假，高雄林园工业区火警，予人真紧张，唔呐烦恼爆炸。空气品质更是倒去了红灯。而根据环保组织提出的数据，全球3000个城市当中，亚洲的空污状况上较严重。其中，印度有7座空污的城市，冠军是古尔冈。PM2.5 数值差不多，逐天超过美国环保署建议的标准3倍。台湾整体 PM2.5 浓度，伫全部73个国家甲地区排名第39，上歹的城市是高雄。我们环保署在全国所设置76个空气品质测站里面的数据，我们来做这个分析。那高雄市的话呢，在106年的时候，我们的 PM2.5 的年均浓度是24.6微克每立方米，到了107年，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那降到21.7微克每立方米。哦，所以大家可以听到这两个数据，其实跟这个 AirVisual 它所公布的这个其实有一些的落差。环保局表示，前年到去年 PM2.5 浓度值甲红海降数比例拢降低，主管机关正在尽上大的努力，但全球环境国家甲国家之间是息息相关。以亚洲为例，台北伫62个首都当中，空污排名第40位，状况更加无好的香港、澳门、南韩、大陆，其实受到大量硝化碳的污染。西边的气流下来之后，两股气流在我们的高雄、屏东外海汇合之后，就往香港去做移动。所以，因此我们台湾哦，这个高雄、屏东这个地方刚好就是一个凹陷的区块。高压甲季风环境因素无度杜绝飘来的污染，除了当地主管机关劝导、定定法规以外，全球污染上加燃料将是主要课题。大新闻朱怡龙、萧宏树高雄报道。天气方面，今日是24节气当中的惊蛰，代表着春雷响起，将一挂冬眠的昆虫拢惊醒。含今日的天气嘛真符合，因为方面通过后壁又阁有强烈大陆冷气团，所以是愈暗会愈寒，而且这雨会落到后礼拜一，伫个高山地区嘛有机会会落雪。雨势一阵一阵，民众出门上班爱扎雨伞。气象局咧提醒，方便通过。全台湾省的天气拢无稳定，除了降雨，还佫会降温。从今天开始，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气温将呈现越晚越冷的状况。我们预估北台湾在今天晚上的低温大概在15度左右，而明后两天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加上下雨的关系，感受上会相当的一个湿冷。那整个冷空气最强的时候会落在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这段时间。礼拜四暗时啊，甲礼拜五透早上较冷，北部低温下探11度，中部13度，东部、南部15到17度。礼拜六开始冷气团才会减弱，但是这礼拜唔那是会冷，还可以淡薄薄。三月七日拄拄好是24节气中间的正值，代表春雷响起，万物苏醒。特别是离雷公河，从下半天开始的话，受到华南雨区以及后面六日的锋面影响，天气是比较不稳定一些，各地都有下雨的机会，并且偶有雷雨会发生。其中以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并且有些局部性大雨出现的机会。两坡的水系相接，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还有降雪的几率。中部以上、东北部有局部大雨，南部地区嘛有短暂的雨。一路又个淡又个冷，天气会到后礼拜一的日时啊，水气减少，雨势才会慢慢停落来。但是有一波的冷空气相接要来报道，春天的气象真歹预料，保暖的措施是袂当欠少。台新闻报道。住在湾湾伫个柬埔寨地震以后，也阁进行了大笔发放，就连大义勇嘛拢无休困，用心付出。虽然即几天落来已经是非常的忝，但只要看到乡亲满足的笑容，一切就拢有代价。意思都一样，不管是来自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又很累，但是我们非常开心。来，
有偌忝就有偌欢喜，这是连续三天在干部节义诊的真实情形。无用完诊疗，却无休困，而是继续大病发放。ทำมาก็ปองเจียงตะเจียงคนไหนจงกีคง16年就投入主席的在地志工李伟，英文真来的伊，唔只是医病之间的交流，而进进前更做足了功课，阅读人体解剖等等相关医疗的书。Last year, I learned a lot from eyes places. I learned technical terms, so I wish I would be there. But since they have already had enough.A volunteer, so it would be great for me to take turns to other places and be experienced. 干部节天气真热，生活真苦，人甲人之间真正的诊疗甲发放是热天的一滴清凉。台新闻干部节报道。以上是台记新闻的部分，继续国际新闻，咱将时间交予佳琪。多小盛文，接下来在国语新闻的部分来关心国际焦点。全球暖化、气候变迁，一份国际自然期刊指出，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全球海洋热浪出现的天数增加了超过50%。专家表示，海洋热浪可能造成更多极端天气，恐怕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反扑。潜入东非热带海域，没有生气勃勃，没有五彩缤纷的海洋世界，一片死寂的景象让专家非常忧心。We lost up to 50% of our corals at now 3 years ago in 2016. This is mainly the branching corals. 海洋是生命的源头，地球有一半以上的氧气从这里来。但《自然气候变迁》期刊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中叶至今，全球海洋热浪出现的天数增加超过50%，海洋生态面临浩劫。In just 4 decades, population sizes of fish and other marine species have halved.生物逐年下降，垃圾却逐年增加。有报告指出，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将大于海洋生物。而专家也预测，同一年在污染和热浪双重夹击下，珊瑚将会灭绝。People see the rainforest and they can see all of these different layers of complexity. Exactly the same is true on the coral reef, but multiplied so many different times because you had so many microenvironments there.珊瑚一旦灭绝，牵连的是整个生态系。联合国曾说过，即使人类尽力把全球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1.5度，还是有高达90%的珊瑚可能死亡。The average surface temperature of the seas has risen by about 0.9 degrees. 相较于陆地热浪每年夺走不少人类生命，海洋热浪比较少受到关注，但其实它正蚕食鲸吞整个生态系统，人类再也无法置身事外。大爱新闻黄敬婷编译。第二次川金会破局，在北朝鲜去核化的议题上没有达成具体共识。更糟糕的是，南韩国家情报院更发现北朝鲜疑似在背后动了手脚。几张照片里头看到，北朝鲜针对发射场拆除了部分的设施，似乎在进行顶棚以及大门展开修复工作。飞弹场疑似要修复违反了条约，南韩方面认为有可能只是北朝鲜借此要扩大飞弹场地作为对外宣传。另外，现在美国方面也高度警戒，掌握情报。
上网按赞也能赚钱，借由平台流通的虚拟货币，让用户能够取得创作以及评论来赚取奖励，而这些虚拟奖金都能够直接换成现金。如今这项资讯技术已经创造了高达40亿的网络商机。每次在脸书按赞、评论或是分享文章，就等于创造一笔非常值钱的数据。如果能从中获利，该有多好！现在国外就有社群软体公司嗅到让大家都能赚饱饱的商机。If you are willing to put your data forward, you should be able to bring that into a marketplace where you can be rewarded. 从2016年开始，社群软体公司利用区块链技术创设一套奖励制度。发布人和评论人都能得到平台流动的虚拟货币奖金，发表越多赚越多，而且还能换成实际现金。最重要的，区块链技术优点就是没有第三方干涉，用户能选择自己要看的内容。A user will choose what they want to watch based on, you know, how personal and relevant it is, combined with how much the advertiser is willing to pay them to watch.这套奖励制度让用户自发筛选优秀文章，或是发布更好的创作。最棒的是，没有了中介公司的抽成，不论是发表或按赞双方，都能赚多少就拿多少。现在区块链技术已经为广大网络社群带来价值40亿的商机。大爱新闻郑宇璇编译。镜头转到高雄来看到山林大爱园区有一个客服班，为了帮助学童专心学习，志工跟老师们每一次上课都会专门设计相关的训练游戏。一根吸管加上毛根和球，巧手一装变成铜腕，还能拿来比赛谁吹得久。16、17、18，我们可以训练小朋友，让他们的有氧量多一点，让他们的就是活动力更强。这是山林大爱园区的客服班，慈济教育团队针对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量身打造游戏。那个是我最棒的玩具，我超喜欢的。欢乐过后融入静思与人文教学，一句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让孩子学体谅。我们这边的小孩子呢常常会起冲突，所以我今天的静思语里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要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可以化解他们之间的这种情结。学童开始静下心，在老师指导下完成作业。客服班不只兼顾课业，更关注品德教育。一个学期下来，孩子们也乐于展现专注学习的成果。抱抱家长，抱抱老师，在他们的真心陪伴，山林园区的小幼苗才能成长茁壮。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白富美、唐江湖高雄报道。福建福州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捐血的淡季，然而用血却是紧张期，不忍生命受苦，当地的慈济志工天冷心热上街宣导，逢人就迎上前介绍活动，邀约大家挽袖捐血。挽袖捐血来助人。74位慈济志工分头在血液中心周边宣导捐血助人。希望大家透过手机传递爱的讯息。你会想制作把这个发给朋友圈？可能很简单的道理吧，这个。每个人都举手之劳而已。福建血液中心与慈济志工合作举办卷袖之爱活动，这天66位爱心人士共襄盛举。我不要快乐，越容易捐自己。会影视点发的信息是吗？能做一点做一点嘛，是吧？你这么紧张？还那么紧张？已经好了呀。这么紧张，为什么来谢谢？不是国家需要我也要需要国家。基本上会跟周边的人去献血，然后就是跟他说献血的一个好处这一块的。我是个人是觉得，献血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精神面貌的一个转换吧。是不是跟着我们的流程走了一趟？对，感觉了解了一下，感觉很好，因为了解到除了这献血之外，还有做其他的公益活动嘛，我就觉得特别好。所以我刚刚也加了那位的微信，我就说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我说我以后也可以参加进来。嗯，每一个人奉献一点爱心，点亮一分生命的希望，早春暖心的阳光。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福建报道。
展现爱与关怀。继续来看到慈济印尼分会定期会与当地的慈善组织合作，为贫苦居民举办义诊和纳米发放。这一次为了上百名的清寒家庭儿童提供了牙科卫教。从小顾好牙本，一百位小朋友接受印尼仁医会医师牙齿卫教。Sikat gigi, nggak ada kuman. Ya penting untuk anak-anak karena kebiasaan yang baik itu harus dimulai dari sejak dini. Gitu. Jadi mereka menggosok giginya harus benar supaya sampai dewasanya dia bisa merawat dengan benar juga. 这些孩子都来自于清寒家庭，平时接受天主教 NGO 阿特马普拉达基金会的帮助，慈济助援教导小朋友正确的刷牙方式。鼓励身体力行。大爱新闻迪马斯一山印尼报道。凝聚善与爱的力量，来看到在马来西亚凝聚了四个地方一百多位的慈诚委员干部，最近举办了一场联谊会的活动，而当天是透过分享体验游戏的方式，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持续精进共行菩萨道。扭扭腰，活动活动筋骨。南马四个据点的106位慈诚委员齐聚在乌鲁地南举办联谊会，凝聚向心力，建立共识。希望能把大家的那个凝聚力呢汇聚起来，所以要靠一些外地的资源哦来帮助我们这里的团队喽。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态度，反映一个人的做事的一个方法。透过志工分享体验游戏，志工群自我检视，达到和和互协的传承力量。在那个玩格子那个游戏，我的领悟是每个人都有对和错，如果真的是人家不对，我们就不重复人家的错误。希望参与的志工们能够真的吸收到很好，能够凝聚哦，然后这股力量呢把我们的那个四大事业推动得更好。接受祝福，增长智慧，团队互助，也为新的这一年菩萨道上的每一步注入满满能量。菩萨无量，心靠大家。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福龙、范炳耀、庄丽晶，马来西亚报道。想做好事，语言从来不会是障碍。看到在马来西亚这一位78岁的阿嬷，虽然不会说马来语，但他成功邀约了许许多多的乡亲一起做善事。到底他是如何做到的？一起来看看。将马来语翻成中文字，这是雪龙慈济志工唐金定阿嬷的小抄。来，听讲哈，伊都三亚苏街都离啦出街啦哈。每个星期，金定阿妈都会到传统市场募爱，手里抱的就是她的法宝。我起初看到印度人、马来人，我不敢靠近哦，因为自己不会讲，不懂要讲什么嘛。因为我本身不很聪明啦，我都没有读书，我马来话一点点啦，太深的我不会听啦。后来要募百万会员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学习那个马来文咯，拼音咯。一心只为助人，78岁的金定阿嬷穿梭在菜市场，见人就说慈济，儿子是他幕后军师。我是慈济的志工，专工。Saya suka lela慈济。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去学马来文，是因为想要募心募款。只懂得几句，他就是那几句，他就是一直不断的跟一些马来同胞就说，就是要募他们的这个善心。我有时候用福建话来拼，因为我不大认识字嘛，差不多刚刚我就拼上来了，有些广东话，有些华语这样啦。kira itu bukan sembahyang lah, kira tolong itu sakit susah orang ah, 因为多募一点会员呢。吃机会多一点钱来帮忙人家咯。坚持做对的事，金定阿嬷目前每个月已成功邀约超过500人一起做善事，这份毅力和勇气让人敬佩。大爱新闻张汉顺、韦斐赫、梁倩怡，马来西亚报道。气候极端异常，南半球澳洲也不例外。3月初，南部高温飙到了40度以上。
为了鼓励大家用行动来爱护地球，墨尔本的慈济青年在澳洲清洁日的这一天举办了进阶活动，冒着35度的高温，坚定信念，不放过任何角落。澳洲清洁日，墨尔本的慈青也没缺席。利用墨尔本大学新生招生会邀请学生参加进阶。So I was searching about clubs online and I found this group and yeah I just wanted to participate in Clean Up Australia Day. Never done it before and I just thought team environment would be nice and it was fun. Really helpful, like giving back and taking responsibility to help our societies to make our community better. So I choose to join it and planning to join many of your program in the future.I feel it's quite shocking to see, like, even though you're in the first world country, there's still a lot of rubbish lying, especially since I'm from Indonesia where rubbish is everywhere. Trash that appears in the city is much different to the kind of trash that appears on the beach, but there's still plenty of it. Yeah. At home we do practice it because, as I mentioned, my roommate is really involved. But I think it needs a little bit more awareness because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soft plastic and hard plastic are the same in terms of how they're recycled. So it should be recycled. I know that most of rubbish, like Earth, it's all about plastic. It's a big problem for the planet. Yeah. But I don't think we do something like that in my country, so it's like very good experience.短短一个小时，共捡了24公斤垃圾，29公斤可回收资源。地球是我家，爱护地球，凝聚学子力量。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王斌、谢坤耀、李少林，澳洲报道。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大爱午后新闻，感谢收看，我们再会。